需要老师帮你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走向，私聊老师即可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生命线中段位三条以上，不论男女，身体严重亚健康，不爱运动，是烟嗜酒，中年必生大病，尤其是消化系统疾病较多。如果同时鼻子的山根部位有凹陷，疾病情况更为严重。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提前戒烟戒酒，多运动，提高免疫力。但是一只手有中断情况，疾病还能很快治愈。如果是双手中断，想复原就比较慢了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